小孩般，很容易迷路，走在娑婆的旅途，总看不清楚，一直跟着轮回转，感到很无助。娑婆世界的迷惑，何时才能摆脱？佛陀诞生在娑婆，是来度众生，指引迷惑的众生走出这迷雾。如今佛陀虽不在，牵着我的手，佛陀牵着我的手，为我指引迷路，有佛陀明灯伴着我，不再感到无助。佛陀牵着我的手，带我走出迷雾，有佛在那边。